我偶尔会对着某些不经意出现在身边的日常事物出神发呆，他们虽然平凡无奇，但也有他们自身的独特性，就像是你我一样，虽然普通，但一样有着自己的个性与好恶。那我特别喜欢这些事物在时空中流动时所累积沉淀出来的痕迹和质感，那里面有着某种美感，深深的触动我，所以我常常会用它们作为素材来创作。那种感觉就像我捡到或是我发现了自然遗留在某一个角落的残篇诗句，然后我与之应和，使其成为作品。艺术家的工作对我而言，就是将自己的思维、观点和感受透过作品与大家分享。还有，我也会思考怎么样应用现代的技术来创作，毕竟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性。我也会希望透过作品来表达观点的流动性。这次在水色艺术工坊的展览包含了驻村与现地创作，而现地创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练习，一种挑战。所以呢，我用电工胶带，就像是我在平面的画布上画画一样，我在空间里画着许多线条。那么挑战的部分在于对于现存空间的运用，虽然目前只是胶带的构成了，但是毫无疑问的，它们一样具备着可供转换的潜能。那也因为有现地创作，所以我就在附近收集材料，在市区啊、公园啊、海边啊、等等，海边去比较多次，然后在画廊二楼的空间里工作。那在寻找过程的，在寻找材料的过程里面啊，我发现到我捡到一些装修建筑的废料，也就是残砖破瓦那一类的。我可以将它视作为这个城市的碎片，很契合我现地创作的本意，所以我就捡了一些回来。这样，这种类型的创作对于我而言是充满兴味与喜悦的，像是在解读无字天书哦。如果完成了我自己也很有感觉的作品，我会觉得好像和自然的随机性达成了一次合作，将某些我感受到的独特表达了出来，这样我真的会感到非常的非常的开心，会很开心。